感冒好点了吗？你听呢？我觉得好像还没有。啊，那你还有一点，还蛮严重的。对啊，就是这边好像有点发炎，这边。那你压力是不是很大？没有，没关系，能怎么唱就怎么唱，能唱多少就。那你知道吗？刚刚我们在隔壁，就是很巧的碰到一位您的朋友，啊、然后他是个男孩，您猜是谁吗？谁？名字是两个字的。两个字的，一个男孩子，比较年轻的。我们家是谁吗？刚刚看到毕书尽啊，不是，不知道，两个字不知道。是你的迷弟。我的迷弟，台湾来的。啊，胡夏了，胡夏了。哦，他也来了。哦，他从哪里来？他是从上海，哦，上海飞过来。哦、姐姐穿少了，应该多穿一点。对啊。注意身体。现在13度还好。哇，现在很冷哎！长沙今天早上30度，现在15度了。反过来30度。把外套脱给你。没有没有，上车就好。